那这个点位对吧？非常的完美。往这一站，那个屠夫就要恭恭敬敬给我磕大头，他怎么追我们，对吧？有本事你就追我，我溜你一六九几台，一六九五台家人。那这你要么追我，要么追田老师嘛，对吧？看你怎么选。我觉得他应该会来找我，反正我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只要休息就行了。枫眼啊，这是我操！我不行，我非得把这个能量看一眼，我不行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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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，错了哥，错了哥。哎，我真的很想拔这个，好烦呐，好烦呐，真的很想把这个能量给它用了。我不服，我把这个坏了，逼仔小子，枫眼，好久没遇过枫眼，小骗一手，他能量应该用完了吧？看一眼，你还有多少能量？让我看看。又看我了，让我看看你还有多少能量，让我看一眼。啊，没能量，坏了，他不会要闪现过来干我了吧？出大问题，看他到底上没上来，确定他上来了再下去，对吧？他人呢？不知道。啊，过来了，那我走。监管人在我附近，我韦伯还出发了，直接走吧，不给他闪现距离。第二次不在这里，那我直接冲了。对吧？不能给他闪现距离，这一波心跳都没，他怎么追我？对吧？心跳都没了，还是得转这边来，没办法。这边虽然田老师在休机，但是对吧？我没得选。两个板子一放，他应该闪现不好闪，跟你说，对吧？必须踩个板子。哎，我靠，这个废墟，这怎么都有人在休机啊？出大问题，家人，出大问题！我感觉我要被闪死了。啊！你还把八音盒收起来了？你啊，踩了，还好。他是不是要闪了？有点吓人，我真的很害怕呀。等个技能吧，我现在窗弹有了，窗弹弹一下，然后直接开技能冲嘛，对吧？冲，对吧？队友还帮我拿那个东西拦住他了，我直接要再回鸟笼，对吧？还跟在屁股后面，这个小。对吧？他现在肯定闪现已经饥渴难耐了，他那个闪现，对吧？他那个闪现肯定饥渴难耐了，看情况吧。闪现了，记了，这确实没有办法。我还溜回地下室了，完了。但是老头一般不挂地下室吧，对吧？我先爬一爬。这个椅子，哇，这一秒救啊，哥，这么救人，那我只能赶紧出去了，没什么好办法，赶紧出去。直接拉点冲，应该能冲出去，冲，对吧？冲出去了，可以，对吗？我对我的音差有十足的自信，十分甚至九分的自信，我对我的音差。拦住了，坏了，但他本人也要踩这个板子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监管在附近，这老头感觉玩的不太行啊，没有那种压迫感，这个老头，对吧？没有那种很强的压迫感。对吧？他压迫感给我不是很强，那我直接翻窗走了吧，对吧？这关键转移目标了，对吗？那这把老头不是天崩了吗？他这连人都没找到，坏了，看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完了，被困死了，完了，出大问题，死啦，没办法。哎呦，不该待这个地方的，我忘记清上面那个能量槽了，完了，出大问题。传过来了，专心破译吧。哎呦，忘记清空上面这个能量槽了，完了，我死了。但是我一挂二挂，二挂可以接受，其实你别说，勉强可以接受。再重开一台嘛，对吧？这台机，哎呦，我应该上去把这个能量槽给它清空的，这被围住了直接困死了，坏了，直接给我围死了，没办法，他闪现估计好。专心破译啊，另起一台啊，专心破译。啊，这么救人，闪现一刀我不是死了吗？闪现一刀。你好啊！你好歹压一压吧，家人，你好歹压一压吧。离得有点远，这里。他又开始玩手机了，这老头怎么回事？这老头，这居然开始玩手机了。哦，对，他交传送了，对呀、啊，是传送，揭开了。啊，那这把老头玩不了了。队友，我在防什么闪现？他不是传送吗？
那我再走过去了嘛。有本事你扎死我们，你又不是容嬷嬷，你怎么扎死我呢？我这个猪脑子，我总是记错那个技能。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把这个能量玩完，你这把就输了嘛，对吧？我操，这么多，好多的存货，我让你，我来给你清一清。我操，好多的存货，太爽了！帮老头清存货，太爽了，对吧？把这个一玩，呜呼，那这把就赢了呗，对吧？这老头玩的不太行，他那个封点没有什么压迫感。啊！我再去亮过去给他扛倒。好好，我操，闪现！你小子没想到吧？两个人保驾护航，你能怎么样？告诉我。对了，这把就可以。有人看呆了，这条狗妈妈生的，十五咬一口，卡一口，完了没卡住。能翻过去吗？记啦，我真是啊，你两条狗，妈妈生的，这个守夜人有点抽象啊。算了，这把已经稳赢了，拖的时间你看，1694台，大声的告诉我1694几台，1694台，我靠，如此完美的节奏，这把能输，输了我倒立洗头好吧？不是这个守夜人真的啊，咕咚咕咚，上身子来了，真神降临，你爹来撸，对吧？你爹来撸，那我笑嘻了，我甚至还能再溜一下，对吧？他直接转移目标了啊，这在做什么？还是来追我了？爱我不是你的错，有病这个人，我真是，他现在一挂都没有，他怎么玩呢？他不会要等第三条狗把我弄死了对吧？第三条狗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神经病这种人，你看他原地发呆了。你好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这是排位耶，你留一个都比什么都不留要好吧。你好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你好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这垃圾能走了吗？对吗？这个高墙完美的给你挡住那个风气了，对吗？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妈妈生的，这是有一点抽象，好可怜啊！我现在突然感觉守夜人有点可怜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有一点可怜，呆呆的，笨笨的，可怜怜，妈妈生的，对吧？现在一挂都没有，我现在就算送在脸上，我死了都无所谓了。心跳怎么这么大呀？不能又过来了吗？好家伙，看到我了吧？这是干什么？啊，这个啊，能开吗？好，开了，可以走，拜拜。屠夫应该是在前面吧？我再蹲一下吧，对吧？小蹲一手，还真来了。
你好，版本蹦下来，完了，出大问题。我真是啊，我怎么滑下来了？我靠，我本来只是想上面在上面观察一下敌情的，结果滑下来了，爆炸了，完了，要爆了，要输了呀，家人，这要怎么玩呢？那我只能赶紧拉点了，家人，赶紧冲吧，我要死了呀！这里还是地下室，我操！这个地下室打无人吗？放板，踩板，我要死了呀，家人！好，他空刀了，可以，他有点急了。你交个闪把我杀了吧，翻过去，直接冲！你交个闪把我杀了吧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我求你了，你交个闪吧，那个板子不能下，得跟他博弈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板子直接下就是死亡板，要死的。插眼啊，插眼砸板，没砸到，没办法。哎呦，这波好水啊，我怎么滑下去了？我成失足少男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真失足少男了，直接滑下去了，滑他脸上了。我本来只想在那里蹲着看一眼的，结果滑下去了，妈妈生的，爆炸，完蛋。就看我二六的二六，哎，说真的，杰克二阶那个一阶开了隐身之后，真的很难溜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溜了，怎么办呢？我靠，开枪，误认。啊，这是，他还带了个加速带过来，家人，你看你这个蓝色的加速带，你给我人整不会了啊？这是在，对吧？这啊，双倒，完蛋。哎，你说我能不能蹲一手，对吧？他没有带念旧屁，你说我能不能，对吧？对吧？帮帮，帮帮，帮帮，好，帮帮走过去了，好好，帮帮走过去了。好好好，帮帮，不对，他是插眼，不对，他插眼得离远一点，我得悄悄绕出去，他是插眼，哎，看到我，完了，躲一个不是，嗯，还是进了。